大哥，哎，你再便宜我也没打算买。我啊，就是看看。我估计也没人会买。哎，小兄弟，你好，你在这收废品啊？对啊，有啥事啊？哎，咱俩之前肯定见过。有吗？肯定有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你跟着领导曾经开着这个车往春树屋送过一车书？对对对，是有这事儿。是有这事儿吧？哎，你好像跟他们站一块儿是吧？对对对对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能认识一下吗？有事儿你就问事儿，你问我名字干什么呀？你把名字告诉我，说不定啊咱们俩以后有长期的业务往来。你有废品？哎，我今天没有废品卖给你，但是肯定有业务。行，我姓程，叫程事儿。程事儿？对，这个名字好啊，看来咱俩还挺有缘分的。怎么，你也叫程事儿啊？我不叫程事儿，我叫刘世成啊。大哥，你有啥事儿吧？我呢想让你帮个忙。嗯，你看见那个卖筐子的没有？哎，卖筐子了。看见了。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帮我把那筐子买了？你要买干嘛不自个儿买？我跟他呢做生意啊有一段时间了，可是最近这一段呢我欠了他不少钱。你想，如果我最近不把钱还给他的话，我还是害怕他不卖给我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让我去赊货吧？不是赊货，以前我们俩之间的账先放在那儿，今天绝对是现钱买现货。那还行。哎，价格呢？价格你让他随便开。随便他要啊。你这人，你这是做买卖还是做慈善呀？随便他要。他这个人啊，我了解，很本分，很实在。你就让他随便开价，我肯定能接受，好不好？行行行，没问题，我帮你买可以。不过呢，我的好处费呢？你放心，事成之后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哎，但千万别告诉我，是我让你去买的，好不好？行行行，没问题。慢点啊。哎，你们这是干啥呢？给你们家安宽带，安喇叭，安电话。谁让你们来的？李雪啊，你别管谁让来的，反正是好事儿啊。行了，上吧上吧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我得给我们家三姑打个电话。哎呦，嫂子别打了，这是好事儿，你不用给他打。不行，要问的，不然他回来会生气的。让他打吧，要不然办了好事儿啊，最后咱没好结果。那行，你打吧，我们等着啊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先下来啊。卖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家老打电话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喂，李雪啊。喂。听不清楚，快点儿。哎，老板，那你这筐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喂，快说快说。喂，李雪啊，说。三国，我有件事儿跟你说。我舅还有张主任，他带着一帮人是要给咱们装有线电视、移动网络还有广播喇叭啥的。什么？张有才给咱们装宽带、有线电视、广播喇叭，吃多了撑的。我跟张有才的关系，就这事儿还用给我打电话吗？真是的，你他指不定耐的什么心呢，赶紧轰他走，就说他不需要。三国，我觉得吧，这是件好事儿。当孩子放假回来，不是也得看个电视、上个网啥的？你看能不能？什么能不能？什么能不能？不能！我说话你听不明白啊？啊，不需要，赶紧走。三国，我觉得。李雪，我说话你都不听了是吧？行行行，你不敢轰啊，我轰。我现在就回去，我轰他们走，挂了。老板，这脾气挺大哈。你这个筐，兄弟，我今天家里有点急事儿，还真卖不了了。你要买筐啊，我是春树沟的，你上村里找我去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一桩大买卖啊。嘿嘿，出啥事儿了？你这是？你就是都要了，今儿我也不卖了啊。哎哎，等会儿。哎呀，行行行行。怎么样啊，李雪？三国都不同意，你看，我就知道。哎，嫂子，你就不该给他打电话，
咱们线给他安上了，他要回来了还能把线剪了呀？哎呦，文秀，三国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真急起来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那现在咋办呀？要不就等三哥回来，咱们见面再说。来，行，回来他也不让你安，就这人。哎，其实我是想让你们装的，只是三国都不同意，我也没办法。你，哎，到底还干不干了？还干啥呀？不干了，先回吧，先回吧，走吧。那嫂子，我们先走了。哎呀，这不怎么走啊？不卖了，说家里有些事，走了。哎呀，有什么事情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到的时候啊，他正在打电话。说是家里有急事儿，挂了电话就说回去了。他走的时候跟我说，说他是顺树沟的，如果我真想买啊，可以去顺树沟找他去。他既然告诉你他是顺树沟村的，你就好人做到底。明天啊，能不能抽个时间去趟顺树沟村，把这个事办了，好不好？行，这样咱俩加个微信啊，我随时给你转账，好不好？行行行行行。不是，文秀，我有个想法。啊。这个等刘书记回来，我想。有个提议，啥提议？你说陈三国啊，咱们村唯一的一个贫困户，是油盐不进，大小活都不参加，帮不上帮，扶不上扶。刘书记回来以后啊，干脆动员他迁走算了。估计你这提议啊，刘书记不会同意的。我倒是觉得有道理，就陈三国这油盐不进那样啊，最后只能把他迁走。刘书记，喂，刘书记啊，有啥事儿啊？文秀啊，你知道陈三国家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他家没出啥事儿啊，我们现在就在他家门口呢。没出什么事，你怎么在他家门口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你不是让我们给陈三国他们家安装电视、广播喇叭，还有移动信号吗？本来啊，我跟张主任、徐会计，我们带工人来，一切都挺顺利的。后来李雪呢给陈三国打了个电话，陈三国一听这事儿啊，死活都不同意安装，现在正从镇上往这边赶呢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我们现在就在这等他呀，看他回来咋说。我知道了，张主任在吗？在的话你把电话给他一下。啊，行。不是，喂喂，刘书记啊，现在人家不让装，僵在这儿了，你看怎么办啊？你们先回去吧。哎呀，刘书记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这陈三国呀，这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跟你顶着来。哎，老徐这样不轻易发火的人，刚才都发火了。你猜他说啥？说什么了？说这个实在不行，把他牵走算了。乱讲话，这不激化矛盾吗？这种话怎么能说呢？是是，这不气话吗？好了，你们先回来吧。我正要找你呢。啊，他们几个带人上我家里给我装那个什么广播喇叭、有线电视、移动信号，是你安排的吧？是我安排的。哎呦，刘书记，我真的不需要，我求求您了。现在啊，家家户户都有这个，你家住在山里，咱们把它装上以后，生活不就方便了吗？刘书记，我知道，您是为了完成村里的工作，可我确实不需要，这事以后咱们别提了。哎，别。你再好好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不是，刘书记，我总得有点自由吧？啊，我不想接受别人的帮助，我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。您就别打扰我了，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您可千万不要理解为这件事情是在打扰您。咱们家现在生活呢是暂时困难，正好国家有这方面的帮扶政策，咱借这个机会改善一下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刘书记，你听谁说的我困难了？啊，我哪儿困难了？
你说别的都可以，说我困着，我不爱听。这叫什么？热脸贴个冷屁股。就这种人啊，就不应该管他，他自己爱咋地咋地。有句话怎么形容这种人来着？叫……啊？哦，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！你说他自己愿意这种生活，咱们管他干啥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也就是村主任，我是干部。我但凡我是个普通的村民，我还给他装东西，我上他家把电线给他掐了，我你不可理喻。这是要把谁家的电给掐了呀？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这有点情绪啊，徐会计，哎，你以后也不要讲那种话啊。我，咱们干工作呀，绝不能有情绪，事情就摆在那儿，想办法解决就完了。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叫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我相信呢，陈三国一定是想把日子过好的，这里面啊，肯定有他的原因。原因？什么原因啊？他就是看不过去我。我跟他解释多少次了，我说当兵啊，全凭我个人的能力，不是走后门，他就是不信。你话说过来了啊，我当兵回来，我怎么了？我是当上大官了，我还发了大财了，没有，都没有。至于一直都跟我过不去吗？要我看，他就是对我有意见，对村里有意见，对组织有意见。张主任，你讲的呢，我们大家都能理解。我认为目前这个事情啊，最大的心结在于你俩，我们要想办法把这心结打开就好了。打了，打多少次了？你没来之前，我就一直在想打开这个心结。你来之后，我亲自去打开这个心结，打不开怎么办呢？你看啊，这么多年的心结，到现在还没打开，张主任，是不是由于你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，还没到位？刘书记，你这是在批评我吗？我怎么工作不细致、不到位了？自打你来，我处处维护你，处处支持你的工作。尤其是读书这件事儿，虽然我有不同意见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我什么也没说，我还是处处的维护你。那你今天这么说我，我图什么呀？我哎，张主任，主任，我就是分析一下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哎呀，这，你看这脾气又上来了。我劝他回来啊，我是村里老人，他还是听我的啊。你看这事儿闹，主任啊，主任。哎，主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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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生气呀！你这我能不生气吗？啊，你说这刘世成，他对吗？那他太过分了。还有啊，还有那陈三国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是，我虽然是党员，虽然是干部，但我也不能任他摆布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您说的都对。你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我喊你回去呀。不回。啊，对，不回，我也不回去。我永远跟着你，刘世杰。那接下来的工作，是不是打算放弃了？从未想过放弃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如果现在停止了，那接下来可能更难办了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呢？咱们两个带着安装队去他家一趟。要是陈三国他不听你的呢？试试看吧。胡人，胡人。怎么了？我这么做难道还错了？错不错我不知道，反正咱家的电视信号不好，手机经常打不出去，这大喇叭也听不见。你想听什么呀？耽误你过日子了吗？啊，耽误你一天三顿饭了，还是耽误孩子上学了？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村里人那是为了咱们好，你这么做不是伤害村里人心吗？哼，就许他们伤我的心，我就不许伤他们心了。过去的事儿你就不要再想了，不行吗？我才懒得去想。可谁也别来烦我。不是，饭好了没有啊？
这走吧走吧走吧，这不用你了，都搬。三国大哥，哎，三国大哥，你们好啊！你方不方便把那狗请到一边，好不好？去去去，回去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刘书记，我话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怎么还这样啊？我真的不需要，我谢谢你。三国大哥，我害怕你们生气，没让张主任过来。现在啊，都是村村通公路，户户能联网了，咱们不能把你家落下。我们过来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和想法。刘书记，你想的可真周到啊！可是这些年呢，我基本上跟村里已经断绝来往了。你这样我接受不了，我也不想接受。刘书记，你要真想尊重我的话，你赶紧让他们走吧啊！哎，我绝对尊重你们两位啊，也理解你们的感受。所以呢，我把张主任啊批评了一顿。村委会啊，过去做过什么不妥的地方，我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。但是呢，我也想请你跟嫂子好好想一想，我们在这儿帮你架上线、连上网，你就方便跟外界联系了，这是一件好事情啊！得，刘书记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这么坚持，我也就不多说啥了。但是我把丑话跟你说前边，到时候我要干出啥过分的事情，可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，太不讲理了。走，回家去。家走。刘书记，咱们停不停？先不停。他们把线割断了怎么办？应该不至于吧？咱们先干活，等他冷静一下，我再做他工作，好不好？好。主任，我找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说。这个刘书记啊，带了一帮人又到陈三国家办事儿去了。我觉得咱们要稳住，咱不能去。错。这次你一定要去，而且要带着几个村民一块儿去。这啥意思？我咋不明白了呢？你呀，就是经常犯糊涂。你要是明白，你早进步了。快快快！刘书记去陈三国家，纯属是猪八戒照镜子，自找难看。老话说得好啊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我劝他多少次了，他就是不听。以为自己想干啥就能干啥，能干啥就能成功，哪那么容易啊？所以说啊，让你找几个人一块儿去看看热闹，他作为一个年轻人，受点教训，吃点亏也是正常的嘛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办去啊。干嘛？你听我的！哎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工作的地盘还是公家的地盘，再往前走3米就是我们家院子。在公家的地盘，你们爱干嘛干嘛，我看你们谁上我这院子里试试。陈大哥，线都扯到这里了，一会儿就架好了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刘书记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今天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陈大哥，大家都是为你们好，你要是真这样的话，就把所有人的心都伤了。我告诉你，刘世成，今天这个事儿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我陈三国在这件事上，我说到做到，我不会让步的。你话是这么讲，
但我相信你手中的镰刀绝不会砍向一个对你做好事的人。我也相信这件事情你早晚会想明白的。你说扯这个线没用，你想想，你对你的孩子没用吗？放假回来，孩子要不要上上网查查资料？你不要这么执拗了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个事情，我就替你做回主。你不是想不明白吗？我站在这里等着你想，你什么时候想明白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安。刘世成，较劲是吧？好，师傅，起来。咱今天就看看，到底谁耗得过谁。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呀？真的呀，真的。你回去看看，快去看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拿着棉签。哎，主任。哎。半天也没个动静，那边什么情况了？哦，我刚才听人家说呀，好像打起来了。什么？怎么还能打起来呢？那个陈三国拿着镰刀挡在门口，不让刘书记进去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时候你得给我顶上去，千万不能让刘书记吃亏，明白吗？我，哎，主任，你不是让我过来看笑话吗？怎么又……这是两码事儿，看笑话是小事儿。这刘书记万一吃亏了，这就是大事儿了。我顶不上。我告诉你，万一刘书记有什么事儿，我拿你十分。你赶紧护好了，我马上就到。好，那我一定顶上去，你放心吧。出啥事儿了？陈三国要和刘书记打架。啊？哎，不是号召读书吗？怎么打起架来了？保护你的安全。呀，陈三国，都拿起镰刀来了，把镰刀放下，要不然我打110报警，我把你逮起来。徐会计，别乱讲话，这不激发矛盾吗？书记，今天这事儿你靠后，我来处理。不要你处理，您是我的领导啊，我得考虑您的安全呐。徐百年。那你打算怎么保护你们领导啊？你动个镰刀试试。哎，徐会计，能不能闭嘴？没事，书记，关键时候我绝不掉链子。今天这儿就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往里闯。乱讲话！这是陈大哥的家，哪有什么刀山火海？你回家。我不走。你不回家，想不对。对，好好好，对，对，陈大哥，行了，刘书记，我真的不同意。哎，陈大哥啊，
哎呀，你别拽我，刘书记，大哥，老徐，老徐，哎，主任，来了，怎么样？陈三国刚才挺凶，现在有点怂，我去看看。那个刘书记不让我过去，说不让你就不去啊？我这，刘书记，赵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刘书记，没事吧？张有才，你干嘛来了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刘书记来了，你这家门啊，打死我我也不进呢。刘书记，我听说他要对你动手，没伤着吧？我挺好的。张主任，你能不能回避一下？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大老远跑来，我就怕你受伤了。陈三国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伤着刘叔一根毫毛，我跟你没完。我叫什么呢？哼，赵有才，你吓唬谁呢？我陈三国这些年我是被你吓大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动手，我不是冲你，我是冲刘书记。要是你在这儿，我早把这线割了他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刘书记来了，要不然你们家里的破事儿，我们才懒得管呢。哎，我现在不，三哥，哎，别管他，这死丫头哥，别讲了，哎，对。刘书记，我这事可不是冲着你，我是冲着他。张有才，你别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村子里人敬着你，我拿你我无所谓，别在我面前摆你那村主任的臭架。我告诉你，村子里这些年选举，我就一票没投过你。我也告诉你，你一票没投，我照样是村主任。行了。你当啥我也不拿正眼瞧你，我愿意拿正眼瞧你啊！别讲，你看他的态度。张有才，你今天干啥来？我知道，你不就想看看我陈三国有没有志气吗？我告诉你，张有才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是，你有这个志气，从小到大你就没让我失望过。行了，你是老大，你牛，我怕你，行吗？行了，你住嘴。能不能少讲几句啊？如果你真心想支持我工作，支持村里的工作，就请你现在回家，好不好？刘书记，我要是不支持你的工作，我就不大老远远的气喘吁吁的跑来了。我这行，我现在里外不是人了，你看看。陈大哥，刚才张有才的话确实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好不好？刘书记，刘书记，本来我这小日子过得我挺平静的，你非要给我整这事儿。我求求你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。走！怎么，刘书记不可口吗？啊，不，可口可口，挺好的。刘书记，我觉得这件事儿啊，咱们已经尽力了。对上上下下也都算有交代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件事情本来是可以解决的，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思考了一遍，我觉得问题出在张有才身上，我要找他谈一谈。就怕你跟他谈不明白。谈不明白也要谈，原则问题不能回避，陈三国的症结就在他身上，如果说张有才能够放低身段找他好好谈一谈，哪怕只有一次，我认为事情说不定就会好转。那我就找张传奇谈一谈。我们原来呢，在一个班子里工作，又都是老党员，我让他做他儿子的工作，应该能做得好。我们可以试一试，辛苦你婶子。那你们俩要同意，我现在就去。不，您把饭吃完再去吧。吃完饭再去，岁数大了，晚上少吃点。啊，那我走了啊，你们吃。婶子，辛苦了啊。没事。
像这个，都自己家做的豆腐。好。哎，谢谢谢。这个菜这么香，是不是把油烧开以后才放的花椒？你猜对了。我妈呢，从小对我特别溺爱，一直是给我做饭吃。后来参加工作吧，在单位就吃食堂。现在可好，哎呀，想想自己挺好笑的，连做饭还不太会。会不会做饭不重要，对我来说很重要啊。你想，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他还能做什么？所以我必须把饭做好。你真的想学呀？不是想，是必须要学。嗯，那行，那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家的饭都归你做。那就是说，我现在有一个地方可以当做实习的场所，而且有两个老师可以教我，是不是？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拜师啊？那随时都可以，随时。哎，刘书记，嗯，吃个煎饼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吃饱了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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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吃啊！我真的吃饱了。呀，吃挺热乎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说你回来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呀？说什么呢？我回自己家，那还用提前给你打个报告是不是？文秋，这位是？啊，这是刘书记，这位是我老公王可仁。哦，刘书记，你好。王总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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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一直在听说你啊，你从咱们椿树沟走出去，事业做得这么大，这么红火，我还想找个机会能给你好好讨教一下呢。这段时间真是多亏了你们家，不怕你笑话，我这么大了还不太会做饭。这个地方呢，外卖又点不到，所以说如果没有你们照顾，我恐怕要饿肚子了。刘书记，你这么说就太客气了。你来我们家吃饭，那也是我们文秀的工作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哎，就说我们家老太太，老革命，就喜欢革命人来家里头吃饭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总有人来我们家吃饭，家里但凡有点什么好吃的，最后全让那些人给吃个精光。说句心里话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哎，我对来我们家吃饭的人一律没有什么好感。哎，刘书记，这话不是冲你，别往心里头去，那就是我小时候的一点印象和记忆。你来我们家吃饭，那我还能不欢迎吗？是不是？谢谢谢谢。哎，就是就是。好好。这个李主任，可仁兄弟。我呢已经吃饱了，那边呢还有点工作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再吃点啊，刘书记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哎，啊，慢点，刘书记。哎，留步，留步，留步。好，明天再过来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哎，好。你搞突然袭击啊？那也什么都没看到啊，是不是？你想看到什么？我刚回家，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告诉你，你刚才有一句话我很生气。什么话？你说你对所有来你们家吃饭的人都没有好感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我你当着刘书记的面，你是不是让我下不来台啊？我真就是句玩笑话，而且那真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啊。这小时候记忆太夸张了吧？没完了是不是？那我找书记道个歉去好不好？行，道什么歉？走走走，回屋。怎么的？有事出去了。张双贤啊。张双贤，哎，哎，哎，你出来一下。好。黄蓉啊，啥事儿啊？哎呀，我找你想说几句话。啊，那你说。就在你家院子里说啊。那上哪说？哎呀，咱俩找个僻静的地方说。你拉倒吧，这黑灯瞎火的，还找个僻静地方，让别人看见多不好啊。张双贤。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怎么我们俩找个僻静的地方说话，就让人家看见不好了？那大白天的在太阳底下就没有坏人做坏事了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刘书记现在来的正是时候，你这个脑子没有一车书进去，我看你是清醒不了了。哎，也不是你说那样啊，是这样，主要我最近呢，对一个人有想法。我怕别人知道了，会产生误会。你对谁有想法了？这是我的一个隐私，他还不知道。当然，我也不能告诉你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是党员吗？我是党员，
那当年咱俩在一个班子工作的时候，是无话不说的革命战友吧？是。那你当时对我有隐私吗？没有。你看我说嘛，你现在思想有了变化，你还不承认？哎呀，我今天呢，不是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以后再讨论。啊，今天我来呀，是想说说你儿子的事儿。啊？出去说。啊，那先走。哎，文秋啊，这新来的刘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嗯，他人挺好的。哦，他这人啊，挺热情的，也挺实在的，一门心思想干事儿。不过就胆子有点小，怕狗。怕狗？嗯。哼，他来的第一天呀，被狗追的，跑到女厕所里了，出尽洋相。后来啊，咱们村。只要没事儿，一般那狗都往外放。难怪，我说我刚才进村儿的一条狗都没看见啊，这么回事儿。刘书记他成家了吗？这我不知道。婚姻状况不明，啊，这种情况啊，放在村里边挺让人不放心的。哎，黄蓉，我们家有才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们家有才和陈三国当年那点过节，归根到底还是由你引起的。你要不是当村支书，你说当年当兵的那可不一定就是有才了。现在刘书记对这个事儿啊觉得很棘手，他想让你们家有才呢去给陈三国带句话。带什么话？那个简单点呢就是赔个礼道个歉，那复杂点呢就是买点东西别空手，态度诚恳点，也显示咱们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。李焕荣，说啥呢？啊，道个歉，还拿出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来？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这个事儿啊，有才不会听我的。你儿子不听你的，要你这个爹干啥？你在家庭里应该起到你当爹的作用，必要的时候。应该把你这个爹摆在首位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是明白呀，可是还是那句话，有才不会听我的。算了，今天我跟你说这些都白说。你原来在我心目中那个老支书的形象啊，在我心中是荡然无存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很鄙视你。哎，黄少，你别鄙视我呀。那我答应你。我试试行吗？你这句话说的一点底气都没有，我对你没有信心了。哎哎，别走，说不定我试试能成了呢。哼，看效果吧，我走了。哎，哎，文秋，我给你提个建议好不好？什么建议啊？给咱家买条狗。买条狗干嘛呀？让他帮我看着你啊。王可仁，这话你是开玩笑的还是认真的？当然认真的。你怎么事业越做越大，这心眼越来越小了呢？有个男的天天来我们家吃饭，那我老婆还天天跟他一块工作啊，那我那心眼要不越来越小，那才叫怪呢。你说要什么话？让刘书记到家里来吃饭，是不是真的过你同意啊？他来家里吃饭，你妈也在啊。再说了，我跟男人一块工作，啊，你们公司没女同事啊？你不是天天跟女人一块工作呀？你平时很少回来，我什么时候责怪过你？你看你刚才摆的那脸色，说那话，让我多尴尬呀！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现在还说这种话，你还是个男人吗你？那你做出那样的事儿来，你还有理呢，是不是？可人回来了。哎妈，哎，你老婆回来，我还个电话呢。啊，这不忙，我不就回来了。吃饭了吗？啊，吃了吃了。妈给你做点。不用，是真吃了。妈，我跟可人出去说会话啊。啊，对，我跟文秀说点事儿呢啊。啊啊啊！那你们去吧。哎哎，妈您坐着啊。好好陪文秀啊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哎，不是，那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
我说什么了？我到现在，我没说什么呀，是不是？你说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想说我跟刘书记有事儿？有事没事儿，反正我就是给你提个醒。我用不着你提醒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哎，我还真不用管，我身边压根就没有他那样危险的敌人。哟，你身边没有，我身边有啊。反正我身边没有。你怎么不接电话啊？没事啊。你看你今晚说那些话，你也太小心眼了吧你。什么叫我小？这都打两回了，你赶紧接吧，肯定找你有事儿。陌生的号啊，这平时这种生号我都不接的。王可仁，你能不能大度一点，像个男人？我还不够大。到底谁打电话都打三回了，你不接我接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这干什么呀？一个生号你不要接他干嘛？行行，你爱接不接，我回去了。人生最快乐的事呀，就是读你的山和川，手里自有烟如雨，手里自有情和缘。人生最幸福的事呀，就是读你的雪和寒，书里自有蜜和藏，黄金满。读书好，莫等闲，三更起，五更眠，学不厌，回不倦，读得人生千百味。读书好，莫等闲，学不厌，回不倦，读出乡村旧梦，唤醒烟。